太近了啦，爆框了啦，想飞了。看那个白点那里，嗨，你过来，我张某来啊，张某来，好，昨天还在外面，现在哈，大宝在鼻子底下面岩石睡觉。这只不知道公鸟还母鸟，然后朝平台那里啊，对啊，然后朝鲜外面那只我觉得是二宝，它昨天飞回去了，但是我觉得它太小只了，应该是二宝。它一只叫它什么？不会去的啊，不一样。对，我现在它朝鲜左下角有一只很小只，我觉得它应该是昨天飞回去的那一只二宝。来说的光圈。F8没有在录影 ，F8太低了，还是6.3 ，F6.3，画质看起来就很漂亮了。现在用 D F 叉模式的，现在是那个 F 叉模式 F6.3。是飞过来？对对对，还是飞过来？好。他停在那边。好。你有看到？就刚才那个白点有没有啊？对，飞走，飞走，飞走，看不到，飞走，飞走，飞走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在那里，在那里。刚才那个成鸟飞回来了，对，然后呢，基本上它不会在巢穴里待太久，它应该会飞回来，就一直对着这边摄影就好了。应该有录到。他要走回家了，他们巢穴在底下这里，他要走回去。那边有小的吗？哎，还有一只小的还没飞出来。哦，对啊，就是有小的才会飞进来。你这个从下面照，为什么会？哎，那个这个镜头是从到处这样照。所以还是这样，还是从下面看过去啊？从下面，对，上面也没有镜头，怎么会那样走？在它上面那个焦距拉比较远，它可能就那个。进来。谢谢你。不会不会。天怎么又走回家？
废手。哦，废手。但这只母，这只如果是母鸟呢，它有飞去找过二宝，然后二宝本来跑过去找它的，母鸟又飞走了。哦，飞了飞了！哇，大宝好嗨呀！大宝不见了，二宝也不见了，只剩母鸟在这里。看到妈妈飞走，我就那个回家了。